收了几千件葡萄树的这个大阪 T 恤啊。好，给你们看一下他家这个包装，防摘口啊，包括这种夜光的吊牌，然后呢全部都是带这个数字的啊。好，他家这个牌子真的是超级响亮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JP 的图案，全部都是直喷印花啊。再给你们看一下面料，它呢全部包边到肩膀啊。 T 恤呢区别于市场上的大多数 T 恤啊，整体给你们看一下这批货的色系，色系呢也是今年流行的这种的非常好看的色系，没有太扎眼啊。然后这一批还有工艺款，你看工艺款它这个是可拆卸的啊，所以说大家洗起来也比较方便啊，想怎么穿都是可以的。然后这一批你看大的印花，因为它版型做的足够大，完全可以盖屁股，有的呢它也是做了一点开叉啊，所以带一点时装款，包边呢也做得很好，你看一下这个大吊牌很上档次，而且这一批的色系也很好看。像他家的这个 T 恤啊是男女同款啊，而且呢是自带流量的一批货啊，不管你是直播实体啊，全部自带流量。而且这一批的款和图案你看直喷印花无感，摸上去手感很好，它是一个今年的最火的面料啊，特别好的一个面料，双纱面料。给你们离近看一下这个面料的手感，它这个织的也是特别细特别密的，所以整体手感也很好啊。版型呢更不用说啊，它自带流量的东西摆在这儿一定是有理由的，所以说你们只管啊，你看只管看款式就好，这一批我都不用多介绍。那版型呢他家都做的是这个够大版啊，超大版的版型可以穿到167的斤是绝对没问题的，款式也是超好看的一批啊。你看像这样的款式，这个颜色其实也很好看啊，很显白的。那这一批的色系啊，你看整体的效果，然后大图案有特别小图案的，还是前后印花啊，很有特点的、啊、自带流量的款式。如果说大家对这个牌子感兴趣的啊，对这批货感兴趣的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好啦，那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我要去配货了，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